吉川好，小吴好，我人现在还在国内，像这种情况也可以在日本租房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小吴。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、吉川です。よろしくお願くおい願いししまます。す。当然没有问题，人在国内也是可以租房的。我们先给您找房子，然后申请房子。申请房子呢，这个审核的过程中需要通过保证公司、管理公司这两家公司来完成。但是我们人在国内的话，我们可以用的保证公司呢就比较有局限性，可能就只有那么几家可以进行海外审查，相对于选的房源可能会变小一点，但是是没有问题的，是可以租房的。